人人都要工作，不过是不是人人都喜欢他的工作呢？我很开心地派遣你我们。好感恩都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个很重要的工作。这样是令到我心底里最开心最开心的事。他们到底是做什么会做到又开心又感恩呢？这个星期一于同爱常传一起去澳门参观四间天主教堂，和看看他们这么开心的秘密。